从野道出这一个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公之香花来供养佛毗诸同来登北接引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禅无休息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誓愿故各火过正极之道理心怀永越瞻仰如来摩婆瞻舍二世世尊数金色毕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疑无错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舍邪归正是有一而上而喜在我一分身千百亿光舍方便或有力根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若是等悲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山林船员何时全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或仙天地身或仙方王身或仙转轮王身或仙居士身或仙国王身或仙在福身或仙观书身或仙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罗身独现其现如观无累劫尽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岂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时如当一年无再逃离天宫应尽佛舍离娑婆世界之弥勒住世以来众生悉世界多用力诸国与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供佛一心地累来念白七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历生死之涅槃的待遇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后发虚我见度脱失或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如是三百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而是佛在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不住如喜如能成就救援皆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及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藏二世父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佛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此佛亦佛如是非但地狱最报应的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于耶夫罪
宝所感而去地藏道因身莫为愿听说我初说是佛不拜也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拜身不也难言菩提最宝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地狱千万一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诸佛圣贤会谤三宝不敬尊敬亦当多于无见地狱千万一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亲孙常住天无生离或戒难内自心云雨或杀或害如是等悲当多无见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莫用常住其狂败以为被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悲当多无见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以我不欲去者当多无见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甚莫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见地狱求暂停故意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什么诸有地狱在大戒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次有五百名好个别次有千百名次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余城中足以相列名号个别独有一义名曰无间其余周匝万八千里欲将高一千里西施铁为上火车下下火车上铁设铁钩突火之处欲将之上同西而走于中有船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床上罪耶稣更火爆如是有诸罪人被受罪苦千般夜叉其一而归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不通走多夜罪人复有夜叉直达铁骑中罪人身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空犯禁火之床上火有铁衣但罪人猛火有铁舌脚罪人金白之间内西下长定把舌根里周长左转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四千身也敢入石洞经一切求出无期此皆坏事即生他皆他皆此坏转机他方坏事辗转相继此皆成后患福而来无间罪报其实如是有无事也敢故成无间何等为我以这日夜受罪即知皆说无事坚决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慢多人一慢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杂邦因舍狼犬对魔去造错错火堂铁王铁身铁驴铁马神格罗索热铁脚神鸡吞铁王可因
铁之从年近结束，那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死者不闻，男子女人将或一地，老幼归贱，或龙或蛇，或天或鬼，罪行也感悉，同受之苦，成无间。无者过多次于众错如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故成无间。地藏菩萨百圣母也无间地狱，处所如是若光说地狱罪及灯明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清。摩耶夫人问一臭有何种，定力而推言复众生也堪病。第十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持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巍然世尊愿不犹豫，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是无敌，恶习戒业善习戒果，为善为恶诸经得生论转无道障，无休息动心成戒密惑障，难如欲有望，将是从流脱如战出有佛造王，一时等悲无当，有年若即彼时望眼泪皆终是广度罪悲，我佛恶律所施。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为愿，世尊女儿所知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数计，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作善事是千劫，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名国王为有用心事，善饶益众生，及令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王以及广设方便，以王法愿造成佛道，当度是悲令是无余，以王法愿若不先度罪过，令是安乐，得是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王法愿造成佛者，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王法愿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莫如来其佛寿命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女人紫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于愿何等光目大眼，我以魔王之日自佛九八，为之我目深处何去罗汉名之为如定观见光目女摩多在而去受极大苦。罗汉闻光目言：若魔在身，作何行也？今在何去受极大苦？光目大眼，我目所
其为好事的与别之俗所是一别多是其自我超我主子心事但及其命数千万复被准则自命如何爱求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全光目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目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火宝光目闻一起舍所爱寻花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站立护于眼后用见佛身金色黄犹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目如摩婆鸠当身如家残缺即罕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难言说其手背其高于光目甚是夜愿国宝自守我是如摩教主阿弥子别如来雷陀大地狱梦如佛地方的受生为下贱人有不断命寿年十三根罗二道如有何其灵无脱面光目闻说之母一根也被提二百辈子即是我母而知本罪作何心也脱于二道辈子大言一杀还会马而也说宝若非孟夫就把无难一事也不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即是云何辈子大言罪过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粗百难尽光目闻一体黑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是三岁更无重罪即离二道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所发光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佛尽我然后方成真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知月光目若大慈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必舍此报一生为凡之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王而是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灵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声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落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心归尽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或福音是若是奉持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寿神庙乐若天佛及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若是
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也是尊愿，不由于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严是金玉严佛体力众生弟子在王菩萨拜师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而是四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师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皆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为觉更发光大誓言为愿师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如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光力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愿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来祈许度脱众生有为必愿此名知识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得一时之故有法众愿如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此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宝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宝若一切因者所缺各愿养宝若于恶口者所眷属斗争宝若于毁谤者所无舌创口宝若于成悔者所受罗龙瞻宝若于千里者所所求为愿宝若于饮食无度者所饥渴也病宝若于天烈此心者所情况丧命宝若于被你父母者所天地在烧宝若于烧山林木者所光明去死宝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身变大显手宝若于王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宝若于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宝若于轻法慢教者所用诸恶道宝若于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宝若于无法无生者所用在出生宝若于躺或站住上身者所轮回地藏宝若于破戒犯罪者所亲手弃恶宝若于非礼非用者所所求决绝宝若于无我功告者所被施下见宝若于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百舌宝若于邪见者所遍地受身宝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言而悉皆过百千宝因尽足略所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也甘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说如是等宝后堕地狱动静皆说无有出其是故如等忽人忽过无令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以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尽劝上离婆离婆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提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提真尼切提娑婆离婆离婆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提真尼切提娑婆诃离婆离婆提求和求和提陀罗尼提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提真尼切提。
慈悯，转大法轮，波罗门女救自己，觉悟多迷津。行护持殊胜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是山，我们是蓝天，我们是牛，我们是阳光，生命是一体的。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友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是未来世末法中
众生只是过往的长大言人者，我今成佛为神及大师之力念说的名化及最宝而宝之事，人者言佛体东方有三宝月铁为其山黑水五日月光有大地狱好及无尽又有地狱名大比佛有地狱名月四教佛有地狱名月非同佛有地狱名月我见佛有地狱名月加山佛有地狱名月同江佛有地狱名月铁车佛有地狱名月铁窗佛有地狱明月铁牛佛有地狱明月铁衣佛有地狱明月仙人佛有地狱明月铁驴佛有地狱明月羊童佛有地狱明月宝座佛有地狱明月六波佛有地狱明月根舍佛有地狱明月左手佛有地狱明月手脚佛有地狱明月丹月佛有地狱明月铁腕佛有地狱明月真轮佛有地狱明月铁佛佛有地狱明月多神地藏般若忍者铁位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即说现更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焚鸟地狱铜锁地狱火香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阴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刀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富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业力深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老是故众生莫轻笑而以为无罪时候又抱歉好手之父子之己其罗可别众人相逢无肯待手我今成佛为你略说地狱最宝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亡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拜愿忍者地狱最宝其实若是或有地狱去罪忍舍是牛根之火有地狱去罪忍心夜叉狮子火有地狱火当生非诸罪忍生火有地狱赤烧痛诸赤罪忍爆火有地狱是诸火烧成其罪忍火有地狱一向寒冰火有地狱无限焚鸟火有地狱春飞几里火有地狱多赞火香火有地狱伪装胸背火有地狱
燃烧出诸火有地狱，盘脚铁蛇火有地狱，曲座铁钩火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如是等宝各各一种，有百千种也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此是众火众也心甘若光说地狱最宝等是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即忍者闻略说若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藏看品第六二十世尊居身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我今日晨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入等诸菩萨大师及天龙鬼神的光作方便为护持清令一切众生成涅槃乐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明月普光和众恭敬而拜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的威远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告佛光菩萨即是众根谛听谛听无当为若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只是不光拜也为然世尊愿要语文佛告不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者我者长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界最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师教其金银铜铁坐持菩萨一站一立者世人百般生于三世三天永不多余而道家如天父尽过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大力若有女人也女人生进行供养地藏菩萨化相基督是教其通跌灯香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相应时以佛成才创凡间宝物等供养十善女人今次以宝女生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自愿力供养受女神度脱众生成此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神不辞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相前之心站立是亲之皆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神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及王妃在佛大心道长者女断真受生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佛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做诸伎乐即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
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贵神，日夜为活佛令而施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恩佛之福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生恶鬼，今有善男子善女人，跪敬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佛往生即回谤无功德，即离世火炉是小火被免费，或全人共费，或一人费，或多人费，乃至一年生机会者，若是之人现界前佛灭度机会之宝，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防受恶鬼，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忘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界，除根不去多悲恶业，来接济邪不就之间，不多恶道是国不光，即为他人供养上我之宝，何况别身恶皆毁灭，福慈不共，若未来世有难子女人，就着床真求生求死，了不可得火月梦恶鬼，乃至家亲火要现道，火多烟眉共鬼神，有日月随身装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自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或难舍受，或不得与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里面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我亦不报悲庄严舍在对病人前高声唱曰：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镜像前舍诸等物，我供养镜像，我造佛菩萨形象，我造大士，我燃油灯，我是常住，若是三百病人前令闻之家令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拜高声度尽，使人民众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目见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经，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述化所说果报，彼或大力是果不广，若见有人读诵此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若须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的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是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当高处是不若是作方便，远离二道普光，若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自行，自多此经或亲人多亲说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
来世有诸下界当然或怒或悲，乃至诸佛自有智人觉知处，也要忏悔这次心忏礼。地藏菩萨心相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我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根不净善恶道苦，佛慈不狂，若未来世中阎佛体内刹利婆罗门藏着居士，一切人等即一心中作有心忏者，或男或女，其日之中遭遇毒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忏者，或男或女，所有养宝殿的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身得转正安乐，给予寿命佛慈不光，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处罪戒即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俱知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轻杀害皆大邪，因妄语百千罪状，但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都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作灾难当知俱佳，若常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恶趣，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世灵知俱佳，无作寒冰一时风一时故不光，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阎佛众生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数妙安乐，未来只是百千万生长得短，真身尊贵家而是不光。王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无愧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故闻如来巍然定首：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六部佛高不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之菩萨九愿皆来发大众愿力，一众生是不漏等，一愿六部佛光闻，一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礼一成王并第七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言：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多或善逆，多退初心，若遇恩人念念真意，是等被人如履弥陀佛于众生见困见状，诸众生虽若得一知识，体一见佛或学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劝令老教，若大病地虚心而落，不在经历世尊喜恶众生中见老见，便知无量是度众生有如是喜，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舍父以自见如何先犯改
昔人有灯火传度尊敬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地令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果彼多恶趣原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此圣意如是从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甚是之后七七日内狂躁众生能是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身妙乐现在眷处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作王良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正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升天天中愿是临终被作眷所造十二因以令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身善处何况令命众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取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去两三日所佛但我强过百斤或与令人更佛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内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刹一尘如是利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道便是长者九成无生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佛体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使命中人得他利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略说是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黎明众人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鬼不计恶道明明有身为之罪佛起起日内如此如龙活在祖师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众人为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年年之间往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九八果实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静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因在自处业大为在世间即因在自私密干才也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生无得现实如有为师即薄精勤是命众人了不得力若精勤无勤奉先佛生是命众人基本或一时故长者阎浮众生
都能为其父母乃至全说民众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那有他言佛归身西方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与阎罗天子及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正鬼王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三阳鬼王飞神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丹兽鬼王佛师鬼王诸好鬼王诸佛鬼王诸师鬼王诸财鬼王诸畜鬼王诸禽鬼王诸兽鬼王诸魅鬼王诸尘鬼王诸冥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与百邪诸小鬼王尽去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到离在一面地二是阎罗天子五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请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里故我今有小意思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不知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只是拦住众生脱获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为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佛地众生其心当将难调难佛是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他恶趣菩萨以方便你拔出根本业缘而且我所是只是只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中宣出宣如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我如现道其现道中多出也恰其护浪世子愿舍佛学如是迷人在现道中须臾之间即造诸独有一智是多劫大树善经是多乃其也造诸恶度的无方迷人于今现道而于之言多灾难此为何事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难知诸多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现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落是善知识即其接受引出现道免诸恶多之于好得令得安乐而于之言多在迷人自今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若则诸难得出佛身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召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
知己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作出度厄，丧失性命，无令世中自取其时，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摧苦众生，圣人天宗灵寿妙乐，是诸罪障智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离。若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因觉临处，永不复入。奉劝他人普贤莫如此也，今世迷惑得解脱，今更不复入。若在离间有上迷无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知是命如多恶趣。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离解脱，圣人天中旋游在如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是而是恶度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悉数无量灾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是我眷属有心世界多恶少善，果人家庭我曾一句落转远方，生活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尽女世人，如果去现在未来诸